《佛子天地游记》第一册，中篇，地狱见闻。十，寒冰地狱、血池地狱、谤佛地狱。这几天接到一些画面，师父法身坐在莲花上，出现在观音堂半空中，诸多菩萨也来了，一个亡灵在观地菩萨边上站着。寒冰地狱大荧幕画面出现了，这个地狱的空间不像之前看到的地狱是烧热的，两座大雪山中间有一条小路，这是寒冰地狱其中一个景象。这个地狱也是大的吓人，空气是冰冻的，寒风一吹，皮肤是又痛又冷，就好像你把手放在冰上面那种刺痛的冷。小路上堆满人，男男女女全部没穿衣服，冷得发抖，在小路上行走，连鞋子也没有，脚踩在雪上是冷的，很冷。你要一直在这个地狱行走，雪山很大，然后雪山山顶有地府官员把一团团雪往山下扔，雪团就在两座山中间滚下来，轰轰隆隆的雪崩声音，下面的罪灵一脸惊恐，互相推挤奔跑，叫喊声四起。这个地狱惩罚生前不守妇道乱搞外遇对象的男男女女。血池地狱及谤佛地狱，画面又转换了，这个地狱是一个很大的红色血池，水是红色的污血，又腥又臭，也是男男女女浸在池里，哀嚎声不停响起，池里面有不知道是什么猛兽还是蛇在游动，经过的地方池里的男男女女会哀叫不停，有断手断脚不停地浮动在池面上，如果罪灵靠近岸边会被地府官差驱赶，不让罪灵上来，每个罪灵都是一脸痛苦。另一个地狱景象出现，很多刑具旁边有大火，刑具都是被火烧得通红，官差拿着刑具再砍剁罪灵，满空气的哀嚎声和血腥味很可怕。这些地狱惩罚爱好淫欲的邪淫男女、堕胎之妇女，以及身前谤佛、不敬佛、忘恩负义、不计师恩的罪灵。弟子2018年6月22日。